您有肌肤弹性降低、脸颊松弛下垂的问题吗？您有双下巴、面部轮廓模糊的困扰吗？您有眼袋松弛、眉眼线条下垂的不满吗？您有额纹、眼纹、法令纹、嘴角纹，甚至颈纹的烦恼吗？那么您需要超声刀。但是在您决定使用之前，请先了解一下真正的超声刀技术。正版美国 Arthra 超声刀是获得美国 FDA 权威认证的唯一具有提升效果的医美仪器，被誉为目前国际抗衰老的金标准。它采用目前唯一获得美国 FDA 承认的聚焦式超音波技术，是首创能以非侵入式方法治疗深度达到筋膜层的仪器，可以做到无伤口、无需恢复期、维持时间久、无需多次治疗便可紧致提升的惊人效果。美国 Arthra 超声刀可谓风靡全球，但是随着它的名气越来越大，市面上陆续惊现各种版本的超声刀，所以首先建议大家务必在选择疗程前，请一定仔细分辨机器的真假，否则因为假机器而导致脸部受伤就得不偿失了。其次，请大家了解，正版美国 Arthra 超声刀并不是任何美容院都有资格购买，只有具备资质的诊所才能购买及操作。而且由于超声刀非常仰赖于个性化的定制疗程，所以在确保使用正版的情况下，有经验的专业操作人员更是关键。凯瑞斯是目前新西兰唯一拥有正版美国 Arthra 超声刀的华人诊所，累积数百例成功案例，是目前新西兰市场上经验最丰富的操作团队。而且凯瑞斯已于近期完成最新升级，采用了全新的升级操作流程，令治疗过程更舒适，效果更细腻精准。从专业的角度讲，超声刀并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，所以在接受疗程前务必寻求专业意见。凯瑞斯提供免费咨询，一对一了解您的需求，打造完全针对您个人情况的定制疗程。超声刀的提升效果可以立竿见影，绝大多数人在治疗后2到6个月效果最为明显，而维持的效果则是每个人具体的衰老程度、生活方式等有关，通常可以维持1到2年左右。皮下刺激胶原蛋白增生的效果长至15年。相比之下，超声刀是全世界迄今为止治疗效果维持时间最长久的方法。珍爱自己，请选择最有经验的操作团队，远离仿冒超声刀。想要知道更详细、更专业的资讯或解答，欢迎联络凯瑞斯美学医疗中心。